贾跃亭打工创业重启人生，带着我的致歉、感恩和承诺，随着 FF 合伙人制的实施和我个人破产重组方案的生效，我已经不再拥有 FF 的股权，进而完成了由一名纯粹的创业者向以创业心态打工和用打工方式创业的转变，而与 FF 全体合伙人一起把 FF 做成和回国推动中美双主场战略依然是我人生下一阶段的核心使命。随着一年前 FF 合伙人制的实施和几天前我个人破产重组的生效，我把剩余全部个人股权装入了第三方管理的债权人信托，我自此不再是 FF 股权的持有者，而成为以创业心态打工的打工者和用打工方式创业的创业者，全体合伙人共同创业，共同拥有，共同分享，共担风险，共同治理，并行使对 FF 的顶层控制权，最终实现共同梦想和共同使命。人生重启意味着机遇、压力和挑战，我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兑现我对乐视网股民、债权人、投资人以及 FF 全体员工的承诺。